那是2003年的深秋，在书桌上写下这行字的爱泼斯坦，已是一位88岁的白发老人。In the twilight of my days, I'm often asked if I regret my choices in life.回望自己70多载的新闻生涯，细数对中国86年的见证，他用这双在战火中为中国发声，在新中国建设的浪潮里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手，坚定地写道 In the place and time in which history found me, I can think of nothing better and more meaningful than to have witnessedand linked myself with the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就在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出版后的第二年，这份对中国深切的爱和无悔的奉献，化作这位犹太人此生最好的墓志铭。爱泼斯坦于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家庭，父母因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都曾被捕入狱和流放。77事变，他第一时间发稿，向全世界阐明根由和事实真相。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个战场。上世纪初，英租界的湖北路59号，英国文法学校创办于此。这座以培养绅士著称的校园内，奔跑在操场上的满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子，跟随流亡的父母由波兰辗转来到中国天津的爱泼斯坦便是其中一个。1920年，5岁的爱泼斯坦跟随父母来到天津，从此在这座城市度过了18年。然而他从天真孩童长成一名挺拔青年的18年，也是中国大地最为水深火热的18年。 Yet China's realities were beginning to impinge on me. Already before my teens, amidst the country's surrounding internecine wars and famines, I saw gauntragged refugees flooding into Tianjin, some begging tearfully for food, some offering to sell their children because it was better to have them be slaves than die of hunger. 虽然他小，那时候小，但是都经历过犹太人被迫害的这种情况。他父母也会告诉他，我们是被人家欺负的犹太人，你可不是欺负人家。 So, drop by drop in my young mind, events and attitudes in China and abroad appeared in mutual linkage. 这栋带有浓郁的巴伐利亚建筑风格的小楼，始建于1886年，原是天津印字馆。100多年前，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便在这里印刷发行。中学毕业，年满15岁的爱泼斯坦便正式进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这一天，报社把一本名叫《远东战线》的书交给爱泼斯坦写评论，书中大量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揭露，对中国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报道，这令爱泼斯坦大为震撼。
于是他多方打听，得知此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学。一到北京采访，他就去看斯诺，斯诺把他在那里采访八路军、共产党的一些照片啦、有一些记录啦，什么也都给他看。他这一看就知道那个共产党是在做什么了。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爱泼斯坦便有幸在斯诺家看到了最初的手稿。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关于斯诺，爱泼斯坦曾说，没有他，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没有他，我以后生活的全部道路也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耳闻着卢沟桥开战的炮声，目击了天津市被日军狂轰滥炸，爱泼斯坦在天津居住了近20年的父母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决意离开天津前往美国。他不跟着去，他说我不跟你们走，我在这里要看看日本人怎么滚蛋的。随后他加入了美国合众社，毅然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最前线。In April 1938, coming from Wuhan in its most hopeful mood, I witnessed the first victory by Chinese regular forces over the Japanese since the war began. The next day we crossed to Taiyuan.By a pontoon bridge across the ancient Grand Canal. Amidst the ruins lay the dead, many soldiers. 1938年9月，爱泼斯坦来到广州做战事报道。一位女士镇定地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那便是仪态端庄的宋庆龄。爱泼斯坦用相机记录下这位女士动荡年代中的从容与优雅。这年，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这是宋庆龄同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开展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加入其中，负责编辑机构的机关报《保盟通讯》，向全世界这个宣传了，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是怎么回事情，并且赢得了很多援助。其实，《保盟通讯》一共出版了36期，爱泼斯坦是负责了30期，这个功劳真的是很大。在1939年。与伦敦出版的首部著作《人民之战》中，爱泼斯坦将中国人民抗战的第一手报道和观察向全世界展现。这位24岁的记者在书中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So we see pictures up there. Oh. We were住了北京10年了。10年了吧 ？Yeah, but 我说一点。
还有很多的国际友人积极的。今天大家汇聚于此，便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那群同样有着异域面孔的中国心。国际友人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中国了，他从小来了中国，一直到去世，中间只是因为要出版书去了美国待了几年，所以他这个入党呢也是必然的。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这是他的信念。时间回到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战迎来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在这个时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埃布格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都希望啊到延安去啊访问。这个时候啊，中国的记者、外国的记者，就重庆的记者，组成了一个中外记者团，到了延安。毛主席也亲自接见了他们，在延安到处参观访问。这张拍摄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照片，是爱泼斯坦年轻时最引以为傲的一张。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爱泼斯坦在延安看到了另外一个让他兴奋不已、完全不同的年轻中国。对，我们在那里头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这个在国民党地区是禁止阅读的。毛主席、周恩来等等开始，他们都在延安呢。在给当时的妻子邱茉莉的信中，爱泼斯坦兴奋地写道：“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此期间，为了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新华社英文广播部成立。而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手摇发电机向世界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便是请爱泼斯坦改写并定稿的。毛主席的智慧与胆略，让爱泼斯坦敬佩不已。历时四个多月的访问，爱泼斯坦发表了大量新闻通讯，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他计划将这些通讯集集成书。然而，抗战后期，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因为积极报道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情况，爱泼斯坦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暗淡的时刻。他想选上一个共产党的八路军呢，后来呢，因为他的倾向，好同学就把他开除，不用他了。有出版这本书，可是在中国呢，根本不可能让你出版。写好了，然后呢，是在英国出版的。临走以前就去跟周总理告别，共产党会胜利的。1945年起，身在海外的爱泼斯坦夫妇从未停止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并将从延安带去的《黄河大合唱曲谱》歌词翻译成英文。尤其是有一次，他们举行《黄河大合唱》的表演，在纽约啊轰动一时。美国人说：“我们完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那样子的贫穷的地方可以创作这么雄伟的《甘达达》。”危险的时候
特兴奋，共产党胜利了以后特兴奋，他们就跑到那个就在广场放录音《永军进行曲》。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大洋彼岸的新中国愈发令爱泼斯坦魂牵梦绕。而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向他们发出了回到中国的邀请。孙夫人叫他回来，他回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他觉得自己是回家了似的，这是中国人民教育了他，帮助了他，给他为中国服务的机会。这是安排1944年访问延安，他离开延安以前，毛主席把这个照片给了他，韩青就签了名，爱泼斯坦就带着这个画像从中国经过印度经过英国一路那么到了美国，到51年的时候又把主席带上，跟他一起又回到中国来了。所以以前我都开玩笑说，人家说毛主席没出过国，我说出去过，走了几个国家呢，就是因为爱泼斯坦带着这个相片就一直不离身的又带回中国来。这是中国建设杂志1957年一月的封面图。中国建设是宋庆龄指导下的新中国第一份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真实信息的英文刊物。画家丁聪绘出了杂志社里的百味生活。这位坐在工厂高炉上专心打字的便是爱泼斯坦。1951年，应邀回到新中国的爱泼斯坦，一到北京便着手筹办中国建设。创刊号上，一群在土改运动中斗志踌躇的农民，脸上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亦是万千中国人民心灵的真实写照。今年91岁的张水成先生曾是中国建设杂志的摄影记者。在张老先生的回忆里，爱泼斯坦知识面广，风趣幽默，很容易亲近，然而一旦工作起来却是一丝不苟。他的文章改的改五次，你改一的字我就注一次字，牵手到那模子里边注字啊。我们拿他开玩笑，他没办法。对这个说中话说的比较流利一样，没办法，一段肩膀，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是错，是可以改进的，我就要改进。此时，独立发行的《中国建设》已是唯一一份能够打入西方报刊市场的中国外宣刊物。它见证着新中国从百废待兴到经济、文化、科技等全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国外的读者称它为中国的声音。艾佩和宋庆龄的友谊啊，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战斗的情谊。宋庆龄的很多重要的事件，艾佩都是亲历者、见证者。
She was not the kind of leader who sat at home and people reported to her. She actually worked in the leagues. I could not think to say to her, rest in peace, as she lay there amid the roses, draped in the red flag. I could only say, work on, fight on, peerless comrade.带着工作下去、战斗下去的决心，在新中国新闻和外语人才双重紧缺的情形下，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到改革开放对外招商画册、展品说明书的编译，爱泼斯坦承担起诸多的外宣工作和编译工作。白培那时候体力有点不支了，他吃了晚饭以后稍微休息一会儿，他就去工作了，工作到十二点，一直都是这样的，到他最后健康欠佳了。每年都来，这是第三次，今年第三次。我每年来呢，就是给他搭一个石头，是他犹太人的习惯，就说我来看过你了，告诉你，就是放一个石头。